滴胶灯带就是在螺板灯带的基础上，螺板的灯带基础上面加了一层胶，滴上去的，有个滴胶架子，滴上去的胶就不会那，就是不会那么刺眼，会柔和一点，也有一定的防水功能。一般贴在摸得到的地方呢，也没什么问题，主要是防尘、防静电嘛。然后用在葡萄架上面都可以的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。漂亮的，都是流水灯带。模式。